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onia。我今天呢在吃的这一间叫做 People's Cafe， 叫做人类的咖啡。因为这间也是我在 Facebook 上面就看广告看到的，然后感觉很好吃。它是美式餐厅，然后我们就特别跑来这一区呢。它就是在那个西皮区，然后就是比较多，就是一些同志的人住在这。这间店呢，就是其实不大，然后装潢还蛮美的。那我就先给大家看一下吧，这样子再跟你讲一下。点好了吗？好了。啊，那我就点了一个，就是也是蛮有名的这个 Coffee Burger。Coffee Burger， 它是 Korean Style 的美奶滋，然后他就点了这边蛮有名的那种 Smoothie 的 Green Monster。哦，如果假如这间好吃的话，我下次要来，一定要来认识他们的掌柜。我刚来的时候看到有人是没有穿上半身，然后他就是在他的胸前做彩绘这样子。就之前大家还记得我最一开始的影片。就是旧金山很神奇的地方，就是明明就这么小，可是你每一区去到一个地方，你就真的好像去到完全不一样去的地方。好，那等一下就等我们的食物来吧。好，我把位置换来这里坐了，这后面就是外面，搞不好你等一下会有一些就是穿的打扮很特别的人经过。他整杯满到都一直露出来，我还要擦一下，他们就是说。现在喝一口，哦，它有花生的味道耶。有啊，它有加 peanut butter、almond milk， 然后 banana。这是 kale， 这个绿色的是 kale。好了，我们餐点来啦。那我点的是这个 Kobe burger， 小编点的。Mariana， 什么 prep zuna 什么 spaghetti。我试试看有没有你煮的好吃。我应该要汤匙，我要煮。怎么样？好吃啊！换我了。我还要点那个咖喱薯条。哇，你等一下看那个横切面那个，他们其实真的普遍来说，汉堡都常常都会到这么厚。啊！怎么办？这个桌子太低了。你比较想看食物，还是比较想看人？别气。有点像是韩式的那个烤肉酱，它烤肉表皮是酥酥的，我还蛮少吃到那个汉堡肉有烹调的这么细致。等一下，好像蛮多人不知道怎么吃意大利面最好用，也不一定最正确，可是意大利面是这样吃，就是。你一只手叉子，一只手汤匙嘛。这个叉子不是有四只吗？你就拿一半，这两下面这两根，然后去挑你要的面，这样子挑下去，然后拉起来之后，然后放到汤匙上面来，然后开始旋转，然后边拉它边旋转，边拉它边旋转，转到没有了之后，你就放在你的汤匙上，然后这样就是一口面。这只是算就是标准吃意大利面的吃法。Thank you。你的咖喱 spice 来了，这里，咖喱，这个好浓的咖喱，哎、欸，不是咖喱，好浓的蒜味，哦，这个超好吃的，觉得吃完嘴巴就是吸血鬼都怕你。超喜欢吃大蒜，我也是，会生吃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配香肠，大家一定到地的都知道，那个香肠摊他会给你生的蒜头切片，然后还有生蒜，然后这样夹在一起吃，超好吃的。好啦，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。现在已经快七点了，天还这么亮。这边最近八点多，快九点才开始天黑。对啊，好，下次见啦。支持杨太地购买，